那今天演出曲目大多数会是我们收录在我们第一张专辑还有第二张专辑的曲子，都是我们的原创曲目啊，还有一些大家可能听过的曲目，我们把这是集合起来变成一些组曲，那就带来我们今天的表演。带来第一首歌曲，带来是《庆典之夜》，由小提琴跟两把吉他带来的三重奏。谢谢大家。